十种常见有趣的植物。一、护蝇草，养在家里不仅可以观赏，还可以捕捉苍蝇蚊子。二、凤仙花，它的种子是包裹在果荚之中的，成熟之后轻轻一碰就会爆开。三、含羞草，叶片轻轻一碰就会合起来。四、降落伞花，当各种小昆虫被吸引到落到花上的时候，花瓣就会合拢。五、跳舞草，叶片会随着温度变化而做出动作。六、金鱼草，这个是很适合家养的常见又有趣的植物。七、巨型向日葵，巨型向日葵一般能够长到2米。八、蜡菊，花朵非常艳丽的一种植物。九、天竺葵，品种很多的一种植物，有的天竺葵叶子会带有一种清香。十、棉毛水苏，一种叶子上有长长绒毛的植物。